是小孩子说的话。请告诉我今后怎么看你无关痛痒。等一下呢，这首歌结束之后呢，要再度的邀请我们的雪珂贝贝上来表演给大家看，请我们雪珂贝贝要稍微准备一下哦，在这边我们的主台前面也看到了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武媚娘哦，欢迎你们来到了现场。我知你给我感动欢喜，为了你傻瓜和时间的探索人，可是你却不曾施舍的脸，你的酒馆在我砸了烟，自然在我心头上了他，请告诉我前途色遍体鳞伤，还笑着月亮。你的酒馆在我砸了烟，这都是小孩子说的话。请告诉我，今朝怎么看？请告诉我，今朝怎么？